社区重建局在小印度一带标售的综合项目地段招标，今天截止，共吸引了十方人马竞标。这幅99年地契的地段可以建造405个住宅单位，一楼可供建造商用单位。项目总楼面大约36700平方米，是地段面积的3倍多。最高竞标价是每平方米12000多元，比附近地段4年前的得标价高出了约13%。